大家好，我是 Fairly。 这一段片我想跟大家预告一件事，就是我的 channel 就快有5000个 subscribers 啦，所以我就想做一条5000 subscribe Q&A。 那这段片就诚邀大家可以在下面留一些问题给我啦，那到 Q&A 的时候我会逐一解答。此外，我今次呢就想，如果大家认同对方的留言，即对方的问题的话呢，就可以 like 咗佢啦。咁到时当我筛选嘅时候，越多 like 数嘅问题呢，俾人选中嘅机会呢就越大，或者个排序呢都会越前嘅。咁呢段片几时面世呀？就係喺我储够问题啦，同埋有5000个 subscribers 嘅时候呢就会面世㗎啦。如果大家想快啲睇到呢，都要记住喺下面快啲留言问我多啲问题。而且唔好唔记得揿埋嗰隻 subscribe 咗佢嘅 channel。咁到时我呢条 Q&A 出咗之后呢，你哋就可以第一时间睇到啦。咁我哋今日呢段片嘅时间差唔多啦，我哋下次再见，拜拜。